脸上泛着泪光，融化这漆黑夜晚。你会交织双双手腕，守护着烛火般的温暖。夜空下的往日便随风摇曳，记忆中将过去迎接了新的曙光。出现灵力的地方，从灵力判断应该是个男人。有点大海捞针呢。黑子，男人嘛，都是下流的生物，就算你藏得再深，我也会把你找出来，因为我用的是全天下男人都会中招的威胁约炮法。将我这些室友妩媚术的照片写真套图一张不落的散播出去。修仙西人，快来和我约会吧。所有男人都将成为我的群臣。这位小姐，你穿的不是裙子，是热裤啊。请多管闲事。这家伙一点灵力没有，却满脑子精虫，约你妹夫呀！没有灵力，没有灵力，没有灵力，这不可能！几乎所有的大学男生都被我约遍了，那个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啊？混蛋，竟然对我妩媚术的照片不为所动！难道我搞错方向了？他其实是一个 gay 佬。现在世风日下，一定是这样。看来我要调整约炮的方向了。骚年小侦探，公园长凳间。骚年小侦探，公园长凳见。骚年小侦探，公园长凳见。小侦探，李老头这表情被勾了魂似的，该不会是中邪了吧？骚年小侦探，公园长凳见。最近流行把人骗去开房割肾的，跟去看看吧。骚年小侦探。骚年小侦探，骚年小侦探，怎么可能会有小侦探看上李老头啊？这肯定是骗局。我找到你了，小侦探。灵力探查，又不是。别走啊，小侦探。骚年小侦探，去死！不好，他是……找到你了，李师傅，你怎么样？我尊贵的公主，你怎么样？好帅呀、你是我的小天使吗？糟，好恶心啊！哎呀，
我的小天使啊，小正太，我捉住你了。李师傅，你醒醒啊，放开我，人家想和你亲密接触。我才不想和你亲密接触呢。妩媚受请除。马英雄，你抱着我干啥？不，李师傅，你误会了，你自己突然说要出来见什么骚年小正太的。骚年小正太？对啊，就是我背后那个。喏，你背后有人吗？有啊，就在。人呢？刚才明明还在的。马英雄，哼，这名字真是土掉渣了。我说小马呀，你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就不要藏藏掖掖的了。我知道这种事很难说出口，其实你李师傅我已经是过来人了，可以给你不少经验指导哦。我说小马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急事先走了。一定是觉得太害羞了。这小马真是可爱，都怪我太帅，被李老头看上了。而且刚刚那个正太是，先去天台找木子再说。妩媚术。你现在是我的人了，马英雄同学。好喜欢，好喜欢月儿，好喜欢月儿，我好喜欢月儿。天台果然是个好地方。你来了，你就是月儿小姐吧？你长得真漂亮，我好喜欢月儿小姐啊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我好喜欢月儿。你可真会说话，不过你没机会欣赏。好喜欢月儿。绝灵禁制，绝灵禁制能隔绝神识探测，防止灵力外泄，这样就不会被外面的修真者发现了。第一眼看到月儿小姐的美貌，我就做了人生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，请月儿小姐答应我的求婚吧。这个是？这是我来世路上烤的大腰子，趁热吃，可香了。月儿，你怎么不说话了呢？你是想让我喂你是吧？太恶心了，妩媚术解除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谁啊？我为什么会在天台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刚才你还甜言蜜语的向我求婚呢，怎么现在就不认账了？不会吧，这个被木子知道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哼，你这样的男人死一千遍也不可惜。离火。原来如此，你是一个修真者。木子他说的没错，修真者果然会对修真仙人下手，要想法逃走才行。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。木子，你来了。御风术。太危险了，好在我够机灵，逃得快。凭你的修为是不可能逃走的。脱手了，裤子。
你这个变态，居然当着女人的面随便脱裤子！我操，明明是你扒的好吗？你才是变态！你去死吧！什么？石木子，太好了！哟，你们玩的那么嗨，连裤子都脱了呀？木子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先把裤子穿上再解释吧。是是是。好一出美人救英雄，这位练气气的小姐，你的男人刚刚可是跟我表白求婚了。求婚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没办法，我的魅力比你大。木子，你别听他胡说。别解释，跪吧。等我收拾完小三儿，再回来收拾你。黄昏梦醒，海浪的声音，晚霞余晖染红窗外前景。这些磨人的小妖精都是我的，不择手段也要把你留在身边。对番群集，谁与争锋？九月精彩内容尽在腾讯动漫 APP。